呢度係75g 嘅煙蜜粉，呢度咧就係25g 嘅傳統煙蜜片，25g 砂糖，兩茶匙泡打粉，1/2茶匙鹽，將嗰個乾性材料攪勻，30g 嘅蛋液，3汤匙嘅橄欖油，跟住攪勻佢，跟住將佢手搓成，約莫係1分鐘到。然後將佢壓扁，你預熱個焗爐，去350度華氏，即係攝氏嘅180度。個焗盤就鋪好油紙，然後咧就分份量啦。我就會將佢分8份。攞個粉團出嚟猜下佢啦。將佢壓扁，再拱下佢，執下啲邊，再壓扁啦。嗱，咁就一個圓形嘅曲奇啦。擺入預熱好嘅焗爐，中層350度華氏，攝氏180度，就焗佢15分鐘。聞到好香啦～